我们是面对那个的753，哇哇，行李已经提前帮我们送进来了。然后这个是小朋友的床，上下铺，生两只的话住这间刚刚好。然后墙壁都是这个乐高海盗的主题，很可爱。这边有挂钩，有一只螃蟹，然后换鞋子的地方。接着我们走进来看这个爸妈睡觉的地方，就一张双人床，然后布置的很可爱。然后这是厕所，哦，厕所，中规中矩啦，干干净净的，然后很重要是干湿分离。安静，好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桌子椅子，还有送一个桌游，还有很多海盗。然后窗户这边看出去就是我们刚刚进场的那个游乐园的部分，那一艘海盗船。整个房间都充满着乐高的主题这样子。好啦，现在来放小孩进来，开门放狗。Are you ready? Lego. 有冷气啊？有啊，凉不凉？送的玩具。有几个？一人一组啊。我的在这上面。你的应该也有，对啊，给你。这个是哥哥拿到的，是不是？对。你全部都拼好了。对。好，这是妹妹拿到的礼物，很可爱耶。这是一只什么？鳖鞋，它叫鳖鞋。OK， 它叫鳖鞋。这边有一个那个宝藏箱，你要完成它的任务，它可以打开这个宝藏箱。好，来看一下第一题，有几只金色钥匙藏在海盗的宝藏中，在那个入口大厅零楼。两个钥匙 ，OK。好，第二题是，有几个橘色的海星藏在捷克海盗的鱼市场里面，在一楼。一个。橘色哦。第三题，有几只鲨鱼在危险的水中嬉戏。在儿童房的壁纸上。好，我们收集到了。你已经打开了吗？你要打开。因为打开只有很多个，有很多个密封在里面。是什么？这边也有 Lego 可以玩。这边呢？这个是不能带回家的哦。它的挂钩都是那个船的那个叫什么东西啊？控制船的那个叫什么？方向舵。船舵。好玩的。海盗房间，墙壁都是海盗的图案。耶，这边还有一只好可爱的那个鹦鹉。哇，这个是浴室的，还有什么图案？哦，很可爱的一个窗帘。
我们会帮你拍我的。嗯。妈妈，你，妈妈，你不行卡上我的。Here is the pictures. What is it? 嗯哼。What is it?OK， 终于 check in 完成，然后休息一下，我们准备要去那个海盗餐厅吃晚餐。我们有预定一个那个在这边的海盗餐厅吃晚餐，实在是有够饿的。赶快，小朋友，小朋友已经玩到不想出去了。这是海盗旅馆的长廊。好漂亮，真的超漂亮的，很可爱。然后我们住的是那个后面绿色那一间。好啦，然后现在要去吃晚餐，吃看好不好吃。嗯，走走，小朋友。爬上去了，好棒哦！很好。晚安。现在一大早，有一次早餐，跟昨天晚餐一样的餐厅，食物其实品质还不错了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蛮好吃的，蛮好吃的。然后前菜、主餐到甜点都有安排好，走。Thank you.在乐高度假村过夜呢，除了可以选择我们这一次所住的海盗岛酒店以外呢，它还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房间可以选择，像是 Ninjago 的房型啊，还有 Legoland 的城堡的房型啊，埃及人、冒险家、赛车手等等。另外，这个度假村里面其实游乐设施也很多，可以打高尔夫球，保龄球。线攀爬，然后就算你不入园，你一整天待在这个乐高度假村里面，小朋友也是可以玩得非常的尽兴。像我们就是三天两夜的行程，然后我们有两天是入园，那最后一天 check out 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带着小孩留在度假村里面，也是玩了一整天，很开心这样子。然后我们晚上也有看到那个野生的小兔子，也是蛮可爱的。小兔子也没有很怕人哦，它有一点警戒，但是它也没有急着要跑掉，然后也有来闻闻我的手。好啦，这就是本次那个乐高 Hotel 的介绍，希望可以给就是想要来玩的人一点概念，它里面大概是长什么样子。因为我
我之前想要订的时候也是一直在找资料，但是没有找到太多，所以希望这次录的这个影片有给大家一些帮助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啦，拜拜。